你别起来进府，认得吧？认得。皇上的亡命棋牌和大人手中的尚方宝剑，认得就好。国法难容啊！你靡匪朝廷阴粮，不替朝廷保境安民，插手核武，重包私囊，肆意炸坏河堤，理应当斩。 乌扎迪大坝就保不住，桃园三谷两县的人一个月前就迁走了。你说我重保，证据何在？河堤的事务是你负责的，我是巡抚，手头有责。我跟皇上立了军令状的，你有什么资格斩我？好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有什么资格。 下旨到我核武总督府，凡黄河所流经省内，军民官员大小一体，听候差遣，妨碍核武者，先斩后奏。你死了，阎王爷那儿告我，自行了断吧。你真是个狗官！滚！你下刀砍吧。 空的，银子呢？里边没有银子。何故呢？钱箱呢？银子呢？